哦。我拎着他吧。还有啊，我拿不了这么些个，我帮你，也不合适，你摁这个。哦，还有我的呢。这个每次演出我都弄得跟进货似的，无以为报。嗯，你们老这样不合适。哦，因为你们这场你买了，下一场你要不买就您还有够没有了。不是，我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出发。每次都买，您偶尔有一场不买，多丢人呐、啊、是吧。你是要脸不要脸。再一个，你买的也未必我准爱吃，是不是、哦、你就不如把钱给我。这还在折现的呢。就是这盐没多少，是个心意、嗯、是吧，是个心意。什么叫心意？今天我特别开心。哦，今天是五月五。嗯，端午节啊。端你节呀、啊、端谁？端午节啊、哦、端你。对，我干嘛呀？端午，端午节。对，端午节。嗯，吃粽子饮雄黄，这是令儿。纪念屈原，是楚国大夫屈原。哎，身投汨罗江死的。是啊，我们应该永远怀念屈原。怎么呢？因为要没有他投江的话、嗯、我们怎么能有这三天假期呢？哎，这个这个代价大点了。 嗯，我觉得应该再多放几天假。哎，那得死多少人呢啊。你瞎说啊、嗯、大伙儿都认识我们。嗯，郭德纲、于谦。是，我得感谢现场的朋友们。哦，这好几千人啊。嗯，拿钱买票。是，你说你们这真是有钱，真的。嗯，这叫什么话呀、啊、不是，你们不光有钱，你们还会活着。哎，会生活。你甭管是几百块钱买张票吧。嗯，这一晚上哈哈一乐，他心里痛快。哎，图个乐。这三百、五百、八百，甭管多少钱。嗯，你就搭五百。是，这五百块钱在家里边摆在桌子上。嗯，你看着你乐不了。看着钱谁乐呀、啊、你看着他，你要乐出来，你那个病五百治不好。哎，这是吧，改神经了。你想不疯了吗？那不是，就是。而且来了之后呢，嗯，就敞开的乐。哎，你只要多乐，你这钱就算回来了。哦，这就值了。你要不乐我也不退，是吧？对，可不是不退吗？所以我劝你们该乐就乐。哎，人最难得的就是快乐。哦啊，挺好、嗯、这两天我就很快乐。你我们家粽子的海洋。什么？都是粽子。哦，是朋友送的。朋友送的。嗯，还有朋友托我送给别人的。您都留下了。嗯，他们也吃不了这么些。对对，你也吃不了这么些。我可以冻起来。哎，这就你们家有冰柜是吗？明年我再送人也是好、哎、明年再送。粽子是传统食品啊。是啊，北方人江米小枣。嗯，豆沙莲蓉。哦，有栗子的，红小豆的啊，什么馅儿都有。南方人吃那个有火腿的。哦，有咸肉的。是，上海那个鸭蛋黄的。对对对，风味不一样。嗯，人说四川还有那个，嗯，麻辣口的粽子。麻辣的粽子没吃过，我都没听说过。当然允许啊，这风味不同，饮食习惯嘛，是吧？是是，四川人好吃个辣。对，炒鱼香肉丝，夸一包，包鱼香肉丝，宫保鸡丁的粽子。嚯、哦！听说他们有研究。嗯。毛血旺馅儿的，那就别包了，那就直接吃多好。得这么大个儿。哎，对，那盘儿就不小。江米弄开了，里边是一盆儿。
连盆儿都包进去，毛血旺馅儿的。嘿，我在家我也想包粽子，你也。